What up, guys? Welcome to Magpie. You join me after service. 今天我想教你们怎么做一个拯救了很多国家、解决了很多文化、很多人民饮食的困难，也同时喂饱了千军万马的一个食品。Cans, jars, and pickles. 罐头。为什么罐头伟大 ？Louis Pasteur, 一个非常非常有头脑的法国人，通过各种琢磨和巧合吧，发现了我可以在个密封环境之下，通过高温处理一批食材，这样子可以做一个 what we call shelf stable， 意思也就是我可以在柜子里面放一年、两年、三年，只要这个罐头不破，这个食物是安全的，瞬间给很多人解决了吃困难的问题。不说这些故事了，先讲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今天的软件是各种植物，我们有蔬菜，我们有水果，有花菜，有彩色萝卜、樱桃、小柿、芒果、草莓、醋、盐、糖、水。要是你们有低温料理机的话，我建议你们用低温料理机。具体为什么，待会儿和你科普。没有的话，也可以用温蒸和锅来掌控。再没有温蒸的话，锅总是有的吧？可以用手指头和你的勇气去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会用到低温料理机和年年最佳员工我的乐信万能烤箱。Let's get started。第一时间先处理一点食材，我已经有准备好的水果了。水果普遍来讲我会用单份的，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甜的东西。对我来说，早餐可以用酸奶和罐头水果来解决。我小时候不知道你们家里是不是了，但是我小时候生病的时候呢，就会给我填黄桃罐头，这也是一种情怀了。 Make a syrup， 某一种糖浆，你也可以用罐头的蜂蜜，你也可以用罐头糖浆，你也可以用那种调酒师用的水果味的糖浆，但是对我来说那些糖精味有点重，所以我比较喜欢自己做糖浆。 This is bourbon syrup， 我们出菜用的波本糖浆，等量糖水和酒，糖熬成焦糖给液体，然后呢让水挥发掉差不多之后，你要你粘稠度拿出来冷却就可以用了。 bourbon 糖浆直接腌过你罐头当中的水果，但是液体千万千万不要顶满。普遍来讲，这种罐头就是我们叫 canning jars， 专门用来做稳定食品的玻璃罐头，它会有个腰，一个脖子，脖子也就是叫你停的地方，液体到这儿了就可以停了。 You need head space， 让它里面的气体膨胀，然后给它一定空间去憋出来。你看，我们待会儿煮的时候呢，我会给你演示一遍它具体在发生些什么。 But we'll talk about that later， OK？ 尽可能，但是要是欠那么一点点，像比如这儿的话呢， You don't have to worry that much， 它受温了之后，里面的植物自然而然会软化的，经过细胞壁的破坏，它会软，它会塌，然后它自己里边的水分也会释放一点出来，导致它里面的液体比你放的还多。所以现在你可以考虑一下香料了，这个里边是纯糖浆和一些 whiskey 的味道，就焦糖啊、橡木香啊、香草。 OK， 我会对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处理。我很喜欢在芒果里面放点咖喱粉或者咖啡，现磨的咖啡当胡椒给就行了。车厘子我觉得很适合和香草精一起搭配。 They make great bed buddies， 可以理解为是甜品烘焙界的酱油。草莓的话，薄荷最经典了。是我个人的话，我有可能也会放姜，拧一拧脖子，掰掰胳膊， and we're good to go。 cool。 番茄我会放些啥呢？Parsley and rosemary， 因为很多人觉得迷迭香和欧芹只能用于咸口的东西， but think about it， parsley is delicious， 它很清香，它没有那个芹菜骚味儿。迷迭香普遍来讲在很多香水里边也是一个尾段的一个小细节，而且有几个香水是咸口的。到这个时候我们说到盖子了，所以普遍来讲你买了这些罐头食品的玻璃罐头，他们会给你两种盖子，一个是破环 and cap， 还有个是一体的。你们都会习惯看到一体的，可以用它，但是它的密封性很差。为什么我不建议你们用这种呢？是因为你们买不到很优质的。所以为什么会换这种呢？简单，是因为你在煮的过程当中，它里边的气体会膨胀，它里边的液体和固体也会膨胀，热胀冷缩嘛。所以在煮的过程当中，它里面的气压会越来越大，它会通过这个盖子的胶塞往外憋气，但是在回来的路上就被塞住，像个阀一样。 Make sense? Cool。 用它，这个气体需要走的路程非常别扭，要从这儿拐个弯，还要从这儿出来，这儿拐个弯，这儿拐个弯再出来，有可能玻璃罐头会爆。你用它的话，它有两个逃的途径，所以它的成功率会高一些，只是它盖起来会非常麻烦而已。 So 盖也有技巧的， cap on， ring on， 一个手指顶住往下压，你两个手指能拧多紧就拧多紧，然后停。当然我可以往死里薅，但是完千万千万别，你需要给它一定的余地去释放掉它里面的气体，你看，所以千万不要拧太紧。还有一个技巧，你可以尝试盖放上，环扣上，拧一次把它拧紧，然后再退松，然后再轻轻的用三个手指头拧一下，这样就能确保这个盖
的胶圈，它的垫片的确是吸合在玻璃口上了。你们有多余的瓶子的话，你们可以适当的去练习一下，你啊，找到这个手感，然后你可以不停的尝试，把你拧好的盖子淹在水底下，看看它会不会剥落。它不剥落就意味着没问题了，它这有就意味着太松了，懂了吗？漏水，那你就可以再紧一点点，看看有没有问题。You're good. All right. 我们现在考试开始考虑煮这个环节了，所以你们要是家里有温针的话，有锅，然后有耐心，你们可以拿个温针守在锅旁边，保持在60到65度之间，理想是60度了。细心的观众他们会知道，很多厂家他们会用高温度去处理食材，为了更安全，的确。但是所有食物杀菌都是一个时间和温度的掌握，他们一个公式，你用高温度就意味着你时间可以放低一点，你用低一点的温度，你就可以把时间适当的放长一点。我个人习惯是60度2个小时，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以及我做的所有 research， that's safe， but 不要拿我的话当真，你自己去花时间去寻找一些你们觉得靠谱的途径去获得这些信息，到底应该是什么温度，到底应该是什么时长。今天这个视频只是一个技术参考而已。我们在餐厅里边做低温池子的时候都会用这些分数盆，我也建议你们家里用一些，就是一盆、三盆、六盆、九盆，简单可以理解为是这是一个一盆，然后三分之一盆可以在这个盆的距离里面放3个。我们为什么会用它，它的钢材是有磁性的，可以拿它煮东西、煲汤，也可以拿它去加热里面的水，所以低温池就不用那么累。 And also 很耐磨、很耐操。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那种亚克力的塑料的，因为质量再好也会裂，钢它会歪但它不会裂，能继续用下去。你看，酷。你们家里的低温料理机肯定不会比我们商用的高了，仔细观察你们自己的低温料理机到底能带动多少水，普遍来讲会在20升以内，所以你们家里用的钢肯定会比我们这小一些。但是话反过来说，这个钢刚好顶满了是20升水，所以应该能带得动，只会有点累而已。在它加热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些食材，所以这个是我们淘回来的瓶子，就员工餐的时候很喜欢吃一款酸黄瓜，所以这些瓶子都是留下来的，你不用去买。要是本质上你就喜欢吃酸黄瓜的话，这些瓶子你洗干净了可以再用的，它不是一次性的。这盖子只要它的胶环没有硬，它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 Make sense？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腌花菜，很多人对腌菜的认知无非就是酸黄瓜、酸冬角这些东西，但是只要是一个本质上又挺脆的、风味也很十足的植物，你都可以腌。你看，包括 that bullshit over there， 这个是我刚才准备好的一个醋汁，醋、盐、糖就差不多了。但是做咸口的东西，你们需要掌握几个环节：一，它需要够酸，它需要过酸，因为别忘了植物里面有很多水分会释放出来，属于一，它们会平衡，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应该非常难受。它们找到平衡了之后呢，就刚好是一个你喜欢的酸黄瓜的酸度了。OK， 是属一。属二 ，Bacteria in food doesn't live very well past a pH of 4， 所以它 pH 在4以下，它的酸性够味，你就可以理解为它食物里面的菌就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性了。所以杀菌，你看，我们要通过温度、化学反应、化学物种，还有时间去掌握它里面的菌性，尽可能让在这个封闭环境之内没有菌。所以醋汁倒进去盖锅就可以了。你看，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我喜欢吃什么风味。我个人觉得所有咸口的腌菜啊、酱菜啊少不了蒜，但是我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每次放生蒜。一，生蒜的菌性很高；二，要是生蒜的话，我更倾向于拿它做蜂蜜辣拌蒜；三，省钱。你看，酷。所以在罐头里面放那么一勺生蒜粉。我很喜欢烤过的花菜的味道，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也会放一些我们自家的熏汁，可以模仿一下那个烧烤味。只要它的酸性和盐度够的话，剩下的都是完全 up to you。 这个罐头一个普通玻璃罐，普通玻璃盖子，它没有一个密封胶条，它只有一个密封垫片。这种盖子和这种瓶子是不适合做长期室温保存的稳定腌菜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你不能用它。短期用，你同样可以在这个里边去蒸、去煮你的腌菜，但是搞完了之后马上放到冷藏里边，它没有稳定性，只在冷藏里面保存。但是因为它里面的酸性和盐度，它可以在冷藏环境之下保存一两个星期，黏糊的、臭了、看起来你能不靠谱，赶紧扔了，不要纠结。你看，
这个应该是差不多70度了。梨子1/8，里边放了我们没有用完的波本糖浆、一些蜂蜜和我们喜欢的香料。今天我选择用香草精、橙子皮和一些薄荷。5颜6色的彩色萝卜，这个季节刚好刚下来，黄萝卜、橘红色萝卜、紫萝卜，里面放了就是白酱露和白醋。白酱露是我们自己在做味增的过程当中提炼出来的一个类似于酱油的液体，要是很多人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小小的方式改善教你们怎么做。 So 低温料理机设置60度，2个小时，到温了之后直接送它下去泡个澡。在这个时候啊，要是你们打算做稳定罐头腌菜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水要淹过你的罐头，但是这个是非稳定的，懂我什么意思？这个3个高的我们就默认了会1周之内吃完，2周之内吃完，所以它淹不过也无所谓。但这个小的我有可能冰箱里面不想放，我会放在柜子里边，我会放在储藏柜里边的干货仓里边，所以我需要它稳定。你看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设置时间了，2个小时，60度就可以开始煮了。好，这个时候刚好是机会跟你们科普一下为什么我选择了60度。60度2个小时在我的经验当中刚好是一个够时间和温度让罐头里面的内容吃进去那个醋、那个盐、那些风味，但是同时温度不够高，让里面的细胞壁被破坏，导致它里面的植物软蔫儿。你看我喜欢很脆的腌菜，尽大可能接近新鲜素菜，但是里边充满了我们注册的这些味道。你看，所以要是你仔细品的话呀，它这个时候啊，再过一个几分钟，这些小罐头会开始吐气泡。要是前面几分钟你看到这些小罐头没有吐气泡，就意味着你的密封是准确的，是完美的。间隔5到10分钟之后再开始吐泡，就意味着里边的气体在往外憋了，而不是外面的水在往里嵌，明白吗？酷。所以它60度煮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拿出来了。你需要观察3方面：1，罐头要是它是个密封罐头的话，盖子有没有吸合，有没有产生负压力，在冷却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判断呢？ Here's what I made earlier. Alright, cool. 给你们示范一遍最终成品是长成模样的，要观察几个点子啊，就像我刚才说的，盖子有没有吸合，这些都扁进去了。 But this guy has not. 所以它这个盖子有可能是很多原因了，有可能你拧得不够紧，有可能你的气儿没排出来，它没有吸合，也就意味着这不是一个100%密封环境，也意味着千万千万不要冒这个险，把它放冷藏里面，它照样可以吃，无所谓的，可以放1个星期左右，但是你就提前先吃它了，懂我什么意思？但是这些就可以室温保存了，上面打个标签是什么东西，什么日期做的，开的时候你应该听到是这个声音，这个就是一个吸合准确的一个盖子，意味着里面是一个密封环境。你看它室温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我个人比较喜欢把它放在松饼上面，或者是给一勺酸奶，或者是用来拌麦片， you know whatever you like strawberries in. 你无意当中可以做一个很跨越的一个食材，也就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草莓买完了之后吃不完，本来就要蔫的东西可以变成一个长期几个月几年，理论上来讲啊，几个月几年保存的不会坏的东西。来，老陈啊，一个来。Tasty, right? Absolutely. 你可以去农批成箱买水果，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找他们要那些本质上又不是很优质的水果，因为本来就都是罐头嘛，所以无所谓，它不用很美观。开完了之后就放冷藏。这个是我们做的腌菜，里面有酸苔、黄瓜、洋葱、花菜。我个人我很喜欢吃腌菜，所以我1个月之内肯定可以搞定。所有你喜欢的素材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腌制，长期保存。有这些很基础的技能，你可以很大的去解放双手，去做一些本质上你没有这勇气去做的东西。Experiment, cook your food, taste your food, find different ways to make things you like. 尴尬的时候，要是得给别人送礼啊，想不出来什么好主意。These are beautiful gifts. 签个名 ，let them know that you made this for them. 哇，很有诚意啊，先生。话是这么说， but you already know how easy it is. Cool. Thanks for watching, guys. I'll see you next week. 别忘了一键三连。